谁呀、啊？哦，三也来了。来，嚯，这模样在您徒弟里都算寒碜的了。我是为了让他出来寒碜寒碜你。说，于老师，您屁股也不错。这货头就在你这儿呢。那个，我徒弟孔云龙，嗯，在家行三，后台都管他叫三哥，是我们都管他喊小三儿、嗯、啊。别让师娘听。去啊，孔云龙。他跟岳云鹏是同时来的，岳云鹏你们现在知道很火，当初俩人是一个单位过来的，一个单位 北京某炸酱面馆的，他是门童，岳云鹏是端面的，都是伙计啊，都是伙计，后来经人介绍到德云社来学相声，那会儿我们还在华生天桥演出呢，是俩孩子中午刷完了碗就跑过来听相声， 嗯， 嗯，每次演出听不到我就赶紧走、哦、因为又得回去吃面子就来了，这样一点点熬到现在，啊，现在岳云鹏也挺红，小三儿呢稳扎稳打，嗯，之前刚刚在德云社搞了一个专场，是陆陆续续搞了，他已经成功的在舞台上不重复的说了100段传统相声了，真不容易。当然，咱们不能说每段都好，但是就目前从数量来说，嗯，也没有多少人能追过你。接下来要精益求精，把你的作品好好的再弄一弄。嗯，小三儿，愚忠愚孝这个人，怎么叫愚忠愚孝？真的、啊，这孩子实在、老实，我是拿他当我儿子一样看待的。嗯，也愣，我就有时候我出演出啊、拍戏什么的，蛇往家打电话就问，就那这些年好点，前些年就是天天的，三儿没惹祸吧、哦？他是真爱惹祸，那年弄个小摩托。弄小摩托出去怼着下地上了，哎呦，撞的都不行了。我在云南拍《落叶归根》那年，嗯，啊，搭的医院，大伙都吓坏了。嗯，他师娘他们都跟着。你想，他师娘看了眼之后就坐在那儿，就吃那个速效就不行了，就人看不出是人来了，知道吗？这吃一边吃的，旁边李云杰，就是那死胖子李云杰。嗨，师娘您别害怕，嗯，你把这药给我点儿。哎呀。全犯病了，娘俩坐台阶那儿，腿都哆嗦，啊，就撞成那样。嗯，他父亲是中医，他父亲曾经说过他，嗯，相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一门艺术，你怎么都干成这样了？嗨，当时就为安全才学这个啊。后来我在北京大兴那会儿，我跟于老师，我们也有一个院儿，嗯，俩院挨着，就是养个小动物，养个什么的，他也好跟那儿住。嗯啊，那会儿正是养伤的时候，缠着绷带什么，这带着伤走道斜的，那会儿是，嗯，结果有一天那院里边闹贼丢东西，哦，来了一帮警察，也都知道，嗯，看看丢什么了，人家问问，有警察也认识他，一回头看见他，三爷，您说什么相声说成这样了？我印象特别的深，嗯，后来万幸也没落什么疤，就好了吧，嗯，好了之后转过年春节跟我一块过年，嗯，放花。也不谁给我送那花，比这桌子还大一倍，一个两个吧，两个俩桌子这么大，么一个花，哎呀，拿车拉出去，拉到外边去，俩鸟，这个角一个鸟，那个角一个泡鸟，嗯，烧饼点那边，他点这边，这备用鸟，知道吗？他比烧饼手快，哦，这儿点着了，刺啦着着，嗯，他还探头问烧饼，还没着呢，这不是撑的吗？底下这个砰。我在那边车里边，我一回头，这人给打到天上去了，飞起来了，原地起来翻一跟头，啪就扔那儿了。大年三十夜里12点，我弄他上医院缝针去。哎，这脸都瞧不得了。我一看，我也没带着速效。哎，你也要犯病啊？我这看瘆得慌，真害怕呀。啊，这后来送到医院去了。啊，嗯，还行，也没伤到哪儿。后来我就老不放心，反正是，嗯，前些日子就记者问我说：“您看看孔云龙的艺术特点。”我说：“就是结实。”哎嗨，这什么艺术特点呢？这，咱们就别提艺术了，是吧？啊，从他这来说，就是加强后台的安全措施，啊，是吧？但是很好，很好，跟我住的也近，跟岳云鹏住一个楼，嗯，接长不短的上家去，只要他们家不做饭呢，就带着媳妇儿过来了啊。我在家不在家无所谓，两口子来了打个冰箱汤汤汤一吃，嗯，吃完之后一打包就走了啊。我回家看，反正一看这个状态不是闹贼就是小三来了。哎，这习惯了您也，啊，就是这么个状态，嗯，
但是呢，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哦，我觉着跟他我们算是情同父子啊、嗯。你也不用艺术上再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嗯、你只要别死我头里就行。哎呀，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儿啊，只要你安全着啊，你能看见我出殡，你就算成功啊。啊，你是掏心窝的一句话，就是嗯，这个。想好什么时候退出了吗？哎，这还是这句话。那倒不会的。哎，其实师傅这些年呢，我也是没让什么没少让师傅费心。嗯，其实都记在心里。嗯，您、师傅，我父亲呢去世的早。嗯，家里母亲还在。其实我拿师傅师娘也当亲爹亲妈，跟着师傅七年，这七年当中，师傅对我的栽培，还有教育，其实我都记忆犹新。嗯。出了这事儿之后，师傅也告诉我，出门啊什么的，千万别惹祸，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也是记在心里边。其他的，你像他们轮儿他们出去唱歌去，嗯，上 KTV K 歌去，嗯，出去打球去，我也不乐意去。哦，我啊生怕，因为我这个人脾气有时候不是特别好，有时候爱打个架呀什么的呀。哈，我就在家里面，师傅就说在家没事多看书，嗯。多学习，作为相声演员呢，得充实自己，懂得越多越好，是，知道的越广啊，对你的业务帮助很大。我也是记忆犹新，在家里面没事我就写个字，嗯，我感觉我的字还是写的非常好。最近倒是见长是吧、嗯？练了一手的好字，嗯，不是钢笔字啊，也不是铅笔，墨笔，就是毛笔、啊，毛笔字啊，墨笔字。我也有自己的书房啊。师傅告诉他，家没事弄一书房，嗯、家里面练练。对，家里面小号的墨笔、中号的、大号的都有。嗯、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号的墨笔。哦，他写出字来有气势，字也大，真的。嗯、家里面拿着我那墨笔啊，你哎，铺好了纸啊。你先等会儿，我呀，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说，破案了。这是您这么拿笔啊？抓笔吗？抓笔就是抓的呀，这么拿。在您哪手拿笔？哦，这孩子是个左撇子，左撇子，不是啊，不是，这个手也行啊，还扔起弄一身墨怎么办？你看这状态，知道能创车了吧？耶、他弄个笔，他还得来回叨叨呢啊！您知道，嗯，这是双手拿笔，双手都能写呀。写字，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哦，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嗯，封为羽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这是你，刘瑾。废话，那是太监。这我，那是谁的太太？嗨，什么谁的太太？我来的就是吃西餐的方法写毛笔字儿。哎，我效仿人家。嗯，你笑话谁呀、啊？我效仿人家。好吧，效仿人家这个干净。嗯，你看看，你说他皮肤好不好？提我皮肤干嘛？这我效仿人家能耐，知道吗？一刀，一刀还身残志坚呢，还什么呀？我效仿人家能耐，能写梅花篆字，咱也行。书法，哎，铺好了纸，在这写，知道吗？哎呀，写，这跟耍流星的似的，这个不是耍流，写字。啊，这是闹天宫跟孙悟空打仗那个，哎，对，听说。不管我这手啊，嗯，脚也可以，脚也可以干嘛？把这笔夹在大脚豆上，是吧？脚也可以写啊，双脚，嗯，双脚都能写，坐着我那轮椅，是吧？您还不是身残志坚，您他坐轮椅是因为他运高，你知道，在那写，我手脚并用也可以。哎呀。手脚并一块儿啊，多忙活人呢！坐着我那轮椅啊，在这写啊，脚这个嘿，跟顶碗的似的，不是顶碗。您看着他，我买呲花去啊！这疯死就得了，真的，这不叫能耐哦，骑着摩托写啊！哎，对，得把字儿都写下立着。哎，逗我们孩子，我们孩子脸皮薄。我说头发也行，哦，头发也能写字儿，能写。但是这头发不行，这头发太短。对，你得留成你大爷那样的。嗯，这也短，花笔。我努力，梅花篆字嘛。嗯，咱们
说相声也演那双簧那小辫儿，对、啊，用那小辫儿戴好了之后，嗯，严德了墨添这小辫儿，哎呀，这就是笔，哎呀，嘿，添好铺好了纸，嗯，在这写，当初就不该抢救你，哼。你这死了尾巴吃多了，省多了心呢。写字啊，那都挂我脑袋。眉毛也行，哦，眉毛也能写字。没问题，这眉毛不行，这眉毛太短，也有那规矩。哎啊、你大妈那眉毛行。明儿我告诉你啊，抹生发灵。大妈不在家吧？哎，哎你要干嘛呀、啊哎？我晚上找你去。嗯，白天去，爷们儿。白天我在我师傅那儿、啊、这有也有那个工具，嗯，眉毛接好了之后，接好之后连小辫儿嘛，接好了扎俩揪，哎呀，下边扎俩揪，蘸那墨汁儿，对，真谦虚，书法家真不容易，嗯，他谦虚，铺好了纸在这写，哦，哎呀，下好了，字儿怎么样，搁一边啊？哎，对，还是写字，心有，我说那个眉毛了，嗯，腋毛。好家伙了，腋毛，腋毛也能写呀？写完字儿都黄的吧？撒、哦、俩小辫儿，撒金的，下边弄俩揪，哎呀，弄俩揪蘸这墨汁儿。你一般都在墙根上写吧？站好，哎，这够瞧的了。站好墨，俩胳膊不能下俩、啊哦。那是啊，一下两边黑了。那是，是吧？这也黑了、嗯、铺好了纸、哎、铺好了纸运好了气、嗯、走你书法家有好身体、哎、主要这写也写真的我浑身上下只要带毛的地儿都能写行行行了有你吗有你我呀来试试我、哎哎哎、真的鼻毛这也行鼻毛也行我往里边摁摁吧，知道吧？您抹生发灵，你大妈呢？都可以，啊、都行，浑身上下就这能耐啊！啊，就练练书法，有机会晚上是有，不是你不是干爹，你不是、哎、你不是上你师傅那儿一直就是白天晚上对吧？编排好了就得，我们俩皮肤你都了解。哎呀，哎呀，去。师哥，您这没有啊？啊，孩子胡鼠，您比他还没溜我不顺着他说不合适。哎呀，这孩子开玩笑，您各位别当真的啊！哎，对，没有这么回事因为老话说得好，嗯、要想学得会，先跟师傅睡、哎。哇！所以我们不收女徒弟。哎，哎，这个女徒弟是跑了是怎么的？看写字吓跑了，这玩意儿谁受了？收一螃蟹。横着的啊，还有没有能说点普通话的人啊？来一位吧，谁都行。哎谁？哎呵，老六来了，快来快来，送水来了，来来，赵云霞。来来，谢谢。上桌子吧，少爷，省他们看不见你啊。哟，赵云霞一来走好几个啊，你可记住了他们啊。啊，王进明、赵本成，全认识啊。李秀芝啊。爸，您别走啊。啊，我在这待着呢，去玩去。你瞧这孩子尴尬的。没事，走不要紧，咱不是冲你，冲他们后边找那谁小三求字去了，这都买纸去了，买纸去了啊！天不早了，这都12点上下了，有家走道远的，住莫斯科的，是哪儿的？哇，走的晚点了啊！然后回家的不耽误啊，不耽误。这不要紧，知音不在多，一个剩十个，是不是、嗯？啊，现在要走就走，现在要不走就不要走了。这孩子困了，这个啊，慢点啊，嗯，早回来。嗨，这还能早哪儿去啊？这个是我徒弟，嗯，赵云霞，嗯，他当初他这一说这故事长了，怎么？各位再补3天的票吧，至于吗？嗯，你给大伙说说吧，嗯、从你自幼离家出走啊。这些年的经历、嗯、你那个经历跟评书是一样的道理、啊、哦，来说说吧少爷这么有悬念他叫赵云霞、嗯、在家行六我们都管他喊老六孩子叫六哥六哥比三哥大
这什么排的这？你们琢磨这账吧啊。嗯，也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嗯，因为我呀，就是说相声比较晚。嗯，之前呢十几岁就喜欢相声，被这个骗那个骗的，咱就不要再说了。26岁以后，这他不说，我给你们说几句，你们就明白。哎，到北京来、啊，郭老师好说这个。但是纳闷，到北京来想说相声，找了很多相声艺术家，虽然说没成功啊，也没人收留他，但是留下了很多照片。当时跟我们北京的相声艺术家照张相，有3000的，有5000的。嚯！孩子打架带出这点钱呢，几乎都被我们同行骗走了。他们价这么高呢？啊，那是啊。后来沦落街头，做过保姆，擦过鞋，给人做过饭，反正是挺惨。这后来这才到德云社来，但是来了之后他都没跟我照过相。哎，对，照一个他现在没钱了，钱都让同行们骗走了。嗯，来，少爷啊，这个还真是，一直跟着师傅5-6年了，从来没有照过一张相。嗯，在家里也住过好几年啊，但是皮肤白不白我不知道。对对对啊，这个是实话。你怎么不知道？啊我是05年年底来的，对，啊，那时候来到这儿，就师父其实对我还是很疼爱的，是吧？虽然他比我大不了2岁吧，来到头一天就给了字了，嗯，赵云霞，你师父也会写字？啊、嗯，他，对，你说你的，那我怎么说呀？啊。后来呢说了几段单口相声，那时候啊会不会的师傅挺鼓励，头一次在湖广会馆说了7分钟就已经哆嗦的不成了，后来师傅下来鼓励说你要坚持说很好，其实那就是鼓励啊，然后说了20多场这个单口相声，最后是记得很清楚是05年我师父生日那天，啊，我唱了一段豫剧，这时候非常怀念张文顺我的师爷，嗯，他首先提出来这个孩子可以说对的，然后亲自给我量了几场，对，就从那儿开始就开始这个说对的了。我这人呢就是不怎么太会说话，我也不多说了，在这里呢我想唱一段豫剧来怀念我的师爷，谢谢。嗯，好，你别看他是东北人啊，他好唱个河南豫剧，这个东北人唱个豫剧纪念一下北京的相声名家张文顺，这有点削削的不挨着，嗯，啊，唱一段这个马金凤老师的穆桂英挂帅。好，哦，这段是3800句。嚯，哦，没有这么多，来吧，哎，来吧，老六。谢谢谢谢。远的为那三声炮，日同雷震，天伯府里走出了我。臣头戴金冠牙双鬓，当年的铁甲我又配上了身，帅子气飘如云，都打得母子争乾坤，上呀不上写着混那混天后，穆氏桂英睡了香，我53岁又管三军呐，啊。好，谢谢老六。嗯，这是挫老婆高升啊。嗯，我非常理解张先生的死。嗯，您这样有意思吗？你还唱多好，哦，摇滚啊。嗯，咱们让于老师先摇，我后滚是吗？其实还有好几个孩子都没上，不着急，不着急，因为观众们很期待于老师啊。而且来说，赵云霞唱完你要不让他走，嗯，就能接下来了。您给打断了，
没有，人家先走的。那你们说是听于老师还是听于谦的？还是我呀，这不全是我吗？您这你喝上水没喝？啊，就喝了。哎，对呀，你们听于老师唱吗？那为什么不鼓掌？不是会这么一两句，老唱这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吗？您要给谁做肠镜啊？是怎么？啊，好吧，什么就好吧？那就来吧，你们点吧，好吗？于老，什么？哦、假情僧，哦，东风破，啊、哦，一块红布。啊，你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先唱假情僧、嗯。哎，我就会什么假唐僧啊？假唐僧啊，假情僧啊，假行僧，假行僧啊。哦，嗯，就这么几句，你看、嗯、还没听烦呢。行，唱就唱，会的，会听烦的，会的。哎哎，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嘿，巴扎嘿。嗨，哪儿有这么一个？那么接下来于老师要唱一个什么呢？这行了，行了啊！蓝精灵啊，你先来个阿凡达吧。哎，这要不唱不成啊？变形金刚也行啊。那我变吧。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你不能老让前排一大姐冲您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好吧，我会反省的。祝你们幸福，他已经体检过了，没问题了。另外，我徒弟说他皮肤可嫩了，大伙儿都知道啊。咱正经的行不行？咱一直很正经嘛，咱们还要多不正经？还有孩子没上，还有呢。嗯，我看看啊，还有吗？